这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地方，有你触摸到的，也有你用心去感悟到的。从古至今，他们从未停止在这里遇见了不起的佛山文化。百节年为首，在中国众多岁时民族中，最普及、最隆重、最热闹的节日就是春节。俗话说，三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。地处岭南的佛山，千百年来在南岳古风与中原文化融合下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春节习俗。乾隆《佛山忠义乡志》载，佛山地广人稠，五方杂处，席上盖奇出矣。丰富多彩的佛山春节习俗，从小年延续到正月下旬，主要有腊月迎春、新年贺岁、酬神祈福三大类。腊月迎春习俗包括谢灶、扫屋、上灰春、开油货、行花街、卖懒、择年等内容。民以食为天，和很多地方一样，佛山人辞旧迎新也是从谢灶开始。